华漫长的历史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其中优秀的芈月更是让人沉醉留恋忘返。哎，子敏啊，说到芈月，我可是想要考考你，你脑海中第一个反应的乐器是什么呢？古筝啊，古典优雅。还有呢？我猜是二胡和琵琶吧，一丝一弦尽是故事。说得好，还有呢？我没来弹出钟声孤寂。太有才了，可这唱的是哪一出呀？这是何以笙箫默呀。笙箫泛指吹奏的乐器，尽是故事，清幽婉转。原来如此，哎，我真是学习到了好多呢。啊，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请英迪芈月团为我们演奏一曲吧。下面有请英迪芈月团为我们带来《芈月串烧民歌联奏·金蛇狂舞》。Now let's welcome the music mix brought by Indie Chinese Orchestra that bring us health, good wealth, and forever happiness.And the songs are Dance of the Golden Snake, Folk Songs Melody. Welcome.Thank you.
乐器啊。这个我就知道的多了。